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109句讲到的，夏之士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下属啊，都是会观察上位者是不是言行一致他才能够佩服才能够服从。而接下来讲到呢，上好事物，下必有甚矣。上级爱好某一个事物他的下级下属可能会更超过他的爱好。我们从家庭来看父母的喜好可能孩子青出于蓝但他更喜好了。那父母爱读书，相信呢下一代的学问一定超过我们。他从小就学。但是假如是坏习惯呢，那就麻烦了。你赌博喝酒那小孩子从小他假如染上了这个恶习那就下必甚矣。老师教学生老师好的风范学生从小记在心上效法，那他以后的成就可能超过老师了。其实我们现在跟古圣先贤跟师长学习把他们最难得的德行风范我们全权福音在心中那我们的成就不会比古圣先贤低哦。因为古圣先贤跟师长他们是把一生修学的智慧和盘托出提供我们来学习。所以一个人呢能珍惜经典珍惜师长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宝贵智慧那他的学习是站在圣贤师长的修学基础来学习用功，那他会少走很多弯路所以最有福报的人呢就是老实听话的人。所以福在受见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更具体来关照了。那经典还有师父教诲的哪一句呢？我们不可须臾离也，随时可以提起来。想到这里就找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进进退退？因为很可能呢。没有一句是真正时时放在心上。圣狂之分在乎一念，这些教诲不放心上起的念头可能就是贪嗔痴慢这些习气了。老人家教诲我们很多遍的，最熟悉的其中有一句念念为人着想。哇，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最严重的就是自我太强。没有这一句我贪我嗔我痴我慢我疑随时在起作用。念念为对方想了，我放下了，贪嗔痴慢疑就淡了。马上自己的身心感觉不一样，烦恼就少很多。
所以人在修学的时候没有法喜啊，铁定没有一句师父的教诲啊，经典的教诲放在心上。好，这个都属于观照，勘验自己。实在讲啊，要这样子来观照自己啊，不自欺才打得破。不然我们在向上看呢，每天我也都读经啊，我也有听经啊，但修学是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真正落实多少，那才是我们的受益处了。所以真的珍惜经典，珍惜师长的教诲，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那体会得了，体会到了，就要100%不打折扣的去落实它。比方师长讲的处逆境，随恶缘，无成慧，就真的去做啊！遇到任何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呢，绝对不情绪化，不发脾气。发脾气算严重的了，就是心里面还有一点不舒服，一点。闷闷的，这个都是有情绪在里面的，都是嗔恨心啊，在那里蠢蠢欲动了。这个时候还能再往内观照啊，就可以察觉到我们的这个我贪。我还在求什么？我会有不舒服，就是我所求的没有求到。他怎么这么不顾及我的面子？讲那句话真难听，哇，太难受了。这个面子就是最害人的，人家还顾我们的面子干什么？真的知道面子就是自己清净心的障碍了。这个时候呢，别人不给我们面子，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历练的机会呀！那真想要成就自己了，那这些境缘来的时候，你反而会感谢对方。他的考验才让我们发觉我们的问题。所以人真想成就了，就会感谢境界的考验。假如不真想成就，就会觉得啊，没办法，反正每天都要遇到，就考吧，就再看吧。所以人生感恩心的人呢，是真正的能把一切人呢都当作老师，只有自己是学生，都是来考验我，来成就我的。唯有这样的存心啊，才能真正面对一切人事物，才能心平气和。不然呢，这个嗔呢，这个情绪啊，随时都会现前。情绪一现前呢，我们之前的功夫啊就全部都破了。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一念嗔心起，人的情绪一起来，那个一个不妥当的念头就相续不断。叫百万障门开了。所以真正挚爱的人呢，丝毫情绪都不让他
起来了，一起来赶紧啊，不怕念起，只怕结石，赶紧转掉。好，这一句呢，用在君臣关系啊，历史当中有提到呢，楚王好细腰啊，国人呢有很多女子啊，就饿死了。楚王喜欢细腰的女子啊，这些女性啊，就为了投楚王之好啊，可能想说会不会有机会被选到王宫里面去啊？那要细腰就是少吃了，结果很多人就饿啊，饿到最后就生病了，甚至饿死的情况啊都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一个例子了。人在团体当中啊，当领导啊，是个缘分，也是个福气。那这样的缘分呢，啊，应该呢期许自己啊，珍惜这个缘，给团体的人呢好的启示，好的人生引导。哦，哎。这是一个当领导者非常可贵的态度。而领导者的一举一动啊，确实对底下的人影响很无形。比方这个领导者呢讲话特别大声呢，到他们团体的办公室呢，可能讲话声调不知不觉就大起来了。哦，或者呢这领导脾气大呢，哎，底下的人脾气也挺大。哎，我的观察呢很可能是啊一种情绪的传递。啊，上面的人脾气大了，底下的人一接受到呢敢怒不敢言。憋着，憋到最后呢，找机会就发了，是吧？哦，哎，遇到同仁或者遇到又是他底下的人，可能他的脾气也就发出来了。真不容易啊，不发脾气真不容易。我听到一个故事啊，给我启示也很大。有一个爸爸，他孩子还挺小。啊，一岁左右啊，他就很急了，第一次当爸很着急啊，把他儿子抓起来，叫爸爸，叫爸爸，哦，巴不得他马上就会讲。后来他孩子啊，稍大一点呢，讲话比较顺畅了，啊，突然有一天呢，啊，他父亲看到呢，他儿子在外面玩了。好，把那个鸡抓起来，叫爸爸，叫爸爸。哦，这个小朋友什么时候学会了，他爸也不知道。好，无形当中啊，都在影响。其实我们能影响人，我们就必须要很慎重的来经营这个缘分，这是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因为这君亲师的角色呢，啊，对孩子、对学生呢、对下属的影响都比较大，啊，上行下效，哦，所以扮演这些角色啊，自我要求要高啊，啊，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影响力越大呢，本身自我的要求就要越高。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天子啊，他严格到什么程度？
左使既言，右使既事，没有一句话可以乱讲。哦，诸位学长，假如从现在开始，你连一句话都不能乱讲，好不好？哦，很多人说，哇，那多痛苦！你们，那我开开玩笑吧。真正的快乐哦，不是开玩笑来的。真正的快乐是随顺性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的。那开玩笑，尤其又拿人开玩笑的，那哪能得什么喜悦？那是一下子顺从自己的习性，顺从那个不尊重人的习性，就好像说喜欢喝酒的，喝了两口酒，好像很快乐，事实上他的身体都搞坏了。哦，我们没有去关照到对人的尊重，然后拿人开玩笑，那哪有快乐？哦，所以这个乱开玩笑啊，现在在团体当中啊比较明显啊，因为人现在讲话不稳重啊，有时候起语啊，哦，像我们在教育界啊，学生尊我们为老师啊，可是我们言语假如不谨慎呢，比方说留学生下来补作业啊，这个几个同仁刚好一起谈话了，那时候讲话的态度啊跟在台上就差很多了啊，有时候就一些轻浮的话就出来了，都不谨慎了，学生在旁边听着这个现象我当时候在学校有发现，我得给那个同仁使使脸色啊，让提醒他，学生在旁边呢，不可以讲这种话。有时候使半天呢，他看不懂。包含呢，当父母、当长辈的人，现在也不敏感。都觉得很好玩呢。其实那个起语啊，那个轻浮啊，那个不庄重啊，都给孩子不好的影响。我们现在也这些道理不搞清楚啊，可能天天在造孽了，这下一代都被我们带坏了。所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他当长辈呢，一言一行啊，都想到呢要给当下的这些孩子好榜样，不能给他们不好的影响。有这种心境呢，才有做长辈的资格。像成人有时候好玩呢，孩子们一起聚会了，那孩子才5岁6岁啊，大人就在那里，哎呀，他们两个一对啦，就在那拿孩子开玩笑，都不敏感。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幼儿园就谈恋爱，谁的影响？你父母也不谨慎啊，有时候都是拿这些在开玩笑。所以孩子他从小就受不好的影响，包含你电视节目里面，这男女关系啊都谈的很多啊，都很，这些暧昧啊，那小孩子从小看电视啊，他就觉得这个很正常，他的情愫很早就动了，他的理智没有建立起来。这包含幼儿园教唱歌，居然教孩子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包含还有唱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个长者他根本都不敏感了，
甚至于现在那些模仿秀啊，让那四五岁的孩子在那唱情歌，唱的整个脸揪在一起，大人觉得很好玩了。所以我们的下一代都在我们这种不明理啊，觉得还没什么很好玩当中啊被误导。甚至有一些广告啊，看到喜欢的东西就给人家拿回去了，那个是偷盗啊。这些拍广告的人没有这些意识，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好到让人家受不了，然后就拿回家里去了。他其实那个是盗的行为的。所以孩子他很单纯，他随时在学习啊。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是拿人开玩笑，哇，那大人一边开一边笑笑笑，小孩在旁边，他以后也这样去揶揄他人怎么办？所以我跟一些朋友讲，我说你觉得很好玩呢，那孩子不知道那样是不对的呢。哦，这么一提醒，他们才说哦，对哦。所以接下来这个经句就讲到了，所以故上之所好恶啊，不可不慎也。你所喜欢的、讨厌的，这个不得不谨慎。因为这个好恶啊，可能都是啊下属，都是民众的表率，他会跟着你学，跟着你做。这个齐景公啊，有一次呢，碰上了呢，他养的狗啊死了，结果他就给身边的人交代啊，说呢，给这个狗啊办个告别式，然后呢，还帮他呢用了个棺材，很隆重的呢，然后要把它厚葬。这个消息呢，燕子知道了，马上啊来询问呢景公这件事情。结果这个景公一看燕子来了，哎呀，什么大惊小怪，我跟他们开开玩笑好玩，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一只狗而已嘛。结果呢，燕子当下就讲了，孤老冻累啊，现在孤儿老人很多都冻死了、饿死了，而死狗有祭，一只死掉的狗还帮他办祭礼呢。老百姓都饿死了，你还在这里好玩，还拿钱去帮一只狗办祭礼，鳏寡不恤啊！这寡妇啊，这个失去妻子的人啊，这些都是世间可怜人，你都不去体恤他、照顾他的家庭，死狗有棺，还给这一只狗买棺材，那你这个一个好玩呢？老百姓了解到了，老百姓能不寒心吗？老百姓还能拥护你吗？你一个好玩都不知道啊，给整个人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这景公啊，就这一件事情他觉得好玩，他觉得这样好玩呢，他身边这一些谄媚的臣子啊，通通都迎合他的口味啦。这个时候君王就耗在这一些根本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忠臣都是来劝谏的，忠言逆耳；这佞臣都是陪他放纵这些嗜好的人。当然，晏子这么一分析了，这景公就赶紧啊收敛了，不敢再这么干下去了。所以这个
上位者的好恶啊，底下的人都会有回应。哎，今天为什么会有魏征？因为唐太宗爱民啊，他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这是他所好啊。上好人下好义嘛，他赶来的大臣就是一心为国家来付出嘛。哦，所以不可不慎啊，是人民的表率了。好，从这一句当中呢，体会到呢上位者啊对下位者的影响是随时随地的。这个时候啊，领导者这种正己的态度啊，敏感度啊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再看110句啊，好，我们先一起啊念一下。我有公心焉，则市民不敢念其师矣。我有贫心焉，则市民不敢行其贤矣。我有俭心焉，则市民不敢放其奢矣。此公行之所真者也。经句里面提到，这个我有公心焉，这个我呢是指上位者，他能有公正的态度，公正的存心，他的臣民啊就不敢念念想着他的私欲了，因为啊这个公正的人啊他就有一股正气。底下的人呢他可以感觉到呢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呢，他是不能够磨自己的这个私欲的。时间久了呢慢慢这个德行呢就能感染臣子跟人民。就像这个尧舜呢，确实是天下为公啊，大道之行也。他们念念都以天下着想。在这样的一个风范之下呢，他的人民啊，都以不能像尧舜这样的德行啊，而感到羞耻。好，接着呢，我有贫心焉。上位者能够平等正直的态度，则市民不敢行其贤矣。那人民呢，下属呢，就不敢这个贤呢，就是铤而走险呢，然后去谋自己的私利了。不敢这么做。所以这个德行本身呢，它能产生一种摄受人心的力量。接着讲呢，我有俭心焉，则市民不敢放其奢矣。上位者呢，如果能够有节俭的态度，人民啊就不敢奢侈浪费。在东汉时期啊，这个汉明帝的夫人呢，马皇后，她非常节俭，而且啊，这衣服呢很多都是自己做的，她的双手啊。因为常常劳动啊，做衣服啊，这个都长茧了。而他的佣人啊，包含这后宫的啊这些妃子，他穿的衣服呢都很朴素，他不会很多这种华丽的装饰品，
说因为她是皇后啊，她一做出来，底下的人就不会奢侈浪费，会效法她。所以一个皇后节俭呢，她影响的就是整个皇宫啊，以至于母仪天下呢，影响整个天下的人。那从一个治家来讲呢，一个母亲呢节俭的话呢，那他的孩子呢就不会奢侈浪费了。要包含当老师的，那每天跟学生相处，能够节俭的话，其实人之初性本善，好的行为啊，看了人一接触啊，他都会有感动啊。像从小呢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啊，我奶奶呢是很节俭啊，当时候看老人家呢一张卫生纸啊分三四次用啊，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是确实有点摇头，哇，怎么省成这个样子，很奇妙呢。虽然在那里摇头啊，但是呢还是很佩服啊。所以后来自己长大了赚钱了，反而就很舍不得乱花钱。然后呢这脑海里啊就很多奶奶留下来的这些行为风范。所以像我奶奶走到哪电灯就关到哪，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受影响，我走到哪电灯现在也是关到哪。当然了，不要关到让人家走路跌倒了啊，这还是有一个度啊。但是就是对水对电对任何一个细小的物品啊都不糟蹋。包含小时候的印象，那个饭粒掉在地上，那父亲捡起来吃，那么自然，可是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朱子家格言也讲啊，一粥一饭当是来处不易啊，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而且节俭的人呢，他是长养他的仁慈心。节俭呢省下来呢可以让更多的人用。而且节俭的时候那种对物品的爱惜很自然的，对人也会是这个态度。所以俭呢慢慢的能让自己的存心啊接近仁德。那假如奢侈就麻烦，奢侈就不惜福了，甚至于别人付出都觉得理所当然。接着讲呢，此躬行之所真者也。这是上位者啊，躬行就是他以身作则啊，这个真呢就是能形成一个风气啊，这也是他以身作则呢所产生的好的作用了。太宗皇帝他在当皇帝以前呢，他是世子，当时候呢他是负责秦王府他底下有很多干部啊，要跟随他很长的时间。后来他当了天子了当上皇帝了那当皇帝了他要启用很多的人才结果本来的太子的下属还有
齐王府，就是他本来那个弟弟的下属，他都啊有很多的启用，只要他们是人才。所以能创贞观之治啊，首先太宗皇帝的度量很大。好，魏征献计啊，要置他于死地的，他当上皇帝之后马上重用他，因为他是也是忠于他的主子嘛。啊，同样的，虽然他弟弟啊，他的哥哥以前呢，是跟他是有这个权力上的啊一种争夺了，但是啊，他当皇帝之后呢，啊，都是一心啊为整个国家着想的，他公平对待了。哦，没有说哦，这是以前跟过我的人，啊，他就有偏心，没有。结果呢，这个房玄龄啊，就给太宗皇帝说到了，说您现在启用这么多啊太子的人，齐王府的人，以前呢，跟着你这些老人呢。就是秦王府的啊，这些干部们没有被重用了，现在呀，都有些抱怨了啊。房玄龄呢，反映了这个情况。那太宗呢，马上啊就讲到了啊，这尧舜呢是圣王。他们的儿子丹朱，哦，他们的儿子商君呢，他没有当天子的才能，所以尧舜是绝对没有私心的，哦，他们还是用了很大的心血，找到好的人呢，来继承天子，哦，所以君仁者，哦，就是天子，皇帝呢，一定要天下为公。孔明啊，是一个小国的宰相，他都能够做到大公无私。他举了孔明讲的一句话了，说：“无心如秤，不能为人做轻重。”我的心啊，就好像那个秤啊，天平啊，他必须很公平的去处理每一件事啊。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跟我交情好或者不好啊，我就偏了心了，这轻重就不客观了，哦，这是不行的，哦，小国的宰相尚且如此，太宗现在是大唐的皇帝了，那更不能有丝毫的偏心了。这当皇帝的人对历史要很了解，随时可以举这些历史的榜样出来。而且呢，他也同时借这个机会啊，教育大臣，教育臣子。他说到呢，我们所有的衣食啊，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老百姓的，哦，血汗钱的，所以我们坐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安定百姓，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所以一定要选出真正有德才的干部出来，才对得起百姓。所以你们应该来谈的是什么？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能够做好这个工作，当个好官，而不是来这里给我抱怨我没有念过去的交情。好，所以当领导的人呢，要很公平、很理智，不能徇私才行，不能
感情用事才行。好，所以这个太宗啊，也是很念情义的人，但是他在处理这些公事还是非常冷静。接着我们看了111句啊，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太公曰：“将有三礼，冬日不拂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张盖幕，名曰三礼也。”我们看到这个礼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不是限制人，不是要求人，而是这个礼都是通达人性的。我们遵循这个礼，我们就可以啊，慢慢的恢复啊我们的性德。就像一个为人子，他能守啊对父母这些礼，那他的德日进了。所以这个礼是成就我们的德行的，绝不是来限制我们。包含这个礼啊，是在军队当中都是通达人性的。因为在军队当中啊，他们要出去打仗啊，这个都是生死攸关的。所以将帅要能跟这些士兵们呢，都是不分彼此的团结在一起啊，他们才能够打胜仗。所以姜太公说到了将帅啊，要首先呢遵守这个三礼的礼法。哪三礼呢？冬天不穿皮衣，不拂裘，裘是皮衣啊。夏日不操扇，夏天不持扇子。天雨不张盖幕，下雨天不张伞盖。这样呢，才能表现出啊，跟士兵呢同甘共苦。这就是将帅所遵守的三礼。真正的这个将帅呢，他能以爱心来对待这些士兵的话呢，那他很有情义啊。大家都没皮衣可以穿了，就他穿呢，他心里也不好受啊。大家都热呢，只有他拿着扇子在那里扇凉。他也很过意不去的，这人性里面很自然的态度。所以他当时带士兵应该就像带自己的家人一样，比他年纪小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跟他们同甘共苦。所以下雨的只有他有伞盖可以撑呢。我想爱士兵如子的人可能也做不出来了。而且守这三个礼啊，他能真正理解到啊士兵们的冷暖啊，他的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很能啊感同身受啊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进而呢在这些生活去体恤啊，去照顾好士兵。在宋朝啊，有一个名将啊，叫曹彬。
他确实啊能够体恤啊他的士兵。有一次啊刚好有一个士兵犯错了，结果判了罪之后啊，是执行啊打几十板啊军棍，判了以后啊，隔年呢、啊、才执行，结果呢就有人很好奇了，说将军呢、啊，他判了罪，你为什么隔年才处罚他？隔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不了解。结果曹兵就说了啊，当时候判他罪的时候啊，他刚娶太太，所以那个时候执法打他，怕他家里的人会觉得啊，就是因为娶了这个太太啊，所以才这么倒霉。哇，那他这个太太啊，可能这一辈子在他们家呢就很难被家里的人接受了，所以隔了一年呢再来执行，他们家里的人呢不会把他联想在一起，所以他当将军的人体恤到这么细微的地方了，这只是一件事情了，假如在更多生活细节都是这样子去体恤士兵了，那真的都是上下一心了，来为国家了。好，而孟子啊，在他的教诲当中呢、啊，也有提到夏商周啊，这三代能够得天下的，都是以仁慈心啊得天下，其失天下以不仁，所以仁不仁慈啊，是得天下跟失天下的关键啊。能不能设身处地啊，也是失人心跟得人心的关键所在的。所以这个理啊，它都是啊体恤人心啊，通达人情，进而能够啊将帅做出榜样来啊，能够凝聚人心的得人心。我们接着来看112句。好，这一句啊我们在之前呢、啊、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也念一遍复习一下。念的时候啊随文入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啊学习过了。观照呢这个态度啊我们有没有已经啊放在心上了。好，孔子曰，君子有三术，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死，非术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术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术也。是能明于三术之本，则可谓端身矣。这个术啊就是能体恤啊人情，自己没有做到啊去要求他人呢、啊、这在人情上啊人家是没有办法心悦诚服的接受的。所以这一段话当中呢我们要求下属
要求孩子，要求弟弟，以至于要求另一半，要求朋友，在这五伦关系当中，我们要去要求的时候呢，首先反思，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先做好了，这个都是树道了。而且呢，不止呢，要这么去关照啊。面对自己也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啊，要严以律己；面对别人还没做到位的地方啊，要宽以待人。哦，这个也是啊，通达人性的态度。因为啊，人太容易啊原谅自己了，所以得严以律己。比方我们亲戚朋友有错了，那里几天呢就耿耿于怀，甚至批评了，啰嗦了 好多次。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一天犯几次错？很多次啊，可是我们都没有这样来要求自己。所以确实啊，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也是都是通达人性的好教诲啊。宽以待人啊，别人有犯错了，我们能包容啊，然后能自己先做好样子，把人的惭愧心啊换起来。那惭愧心换起来啊，那是很自然的性德流露，它是自动自发的，跟我们严苛了、指责了的态度去对待它，那不一样的。那没办法，你这么要求了，他不干也得干给你看，但是可能阳奉阴违了，那不是你的德行把他的羞耻心很自然的唤醒了，这个叫导之以正，齐之以刑，明勉而无耻。你是严苛的要求他，他只是想着啊，不要被你处罚了，但是他不见得有羞耻的心。所以我们自己做好，然后又宽恕他人，唤醒的是人的性德羞耻，而且终身受我们的影响。在德育故事当中，刘宽他待人很宽厚，他没有那种苛刻指责。有一个人看见他了，就对他讲，你这头牛是我的，他看这个人这么肯定了，他当下就把那个牛让他带走了。结果呢，后来这个人呢把牛牵回去了，发现呢他搞错了，他们家的牛回来了。哇，就很对这个刘大人很不好意思了，赶紧把这个牛啊还给他，去向他请罪了。好，诸位学长，假如是你，你会怎么做？哦，里面一股怨气啊，终于可以发一发了啊，骂他一顿。我说修养处在这里哦，人家错怪他了，内心一点情绪都没有，度量大。当他看到那个人那种惭愧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他马上跟他讲，这牛长得很像哦，是很正常的。你
不要自责，不要自责。哦，哎，谢谢你啊，还把我的牛带回来。啊，人这种宽厚啊，给人心灵啊很深的震撼。那不止给这个人震撼了，这个人那一份感动啊，一定会去告诉他的亲朋好友。那这个刘大人的教化就传开来了。后来呢，他的太太觉得呢，好像看他丈夫一辈子啊没有生过气啊，就想了一个方法呢，要看能不能让他生气啊。就交代他的婢女，有一天呢，端上羹汤啊，烫的羹汤啊，啊，刚好他要上朝以前呢，要端给他喝，这故意啊，把这个羹汤给打翻了。那上朝前穿的是朝服啊，好，马上就要上朝去了，结果一打翻呢，就把他的朝服给搞脏了。啊，当下刘宽扶起这个婢女，问她说：“你的手有没有烫伤了？”我说：“不简单，人的德行啊、修养啊，在哪里勘验呢？就遇到事情的第一念，那个骗不了人的。他假如有把朝服放在心上啊，那第一念不可能是为那个婢女着想。”所以真的是没有为自己想，念念就是为对方着想。我想这个他这个仆人呢，这一辈子都效法学习他了，被他感动了。好，当然他太太以后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了。好，而我们真正呢，在要求别人以前呢，都是首先先反观自己有没有先做到位。那这样子不断的会要求提升自己。没有这个态度啊，我们去要求人呢，反而适得其反，甚至让人家不能接受。甚至啊，埋怨抱怨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看这个113句《礼记》里面讲到的，这个确实通达人情世理了。说到的，我们念一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以有德行的君子，有德行的领导人，这个有诸己啊，有之于己，就是自己有了这个好的德行善行了，而后求诸人，然后他才带动别人行善，自己没有做到以前不先去要求人。我们现在确实啊，也是善心啊，遇到好的教诲啊，遇到啊老祖宗这些文化很好，都很希望啊别人也能学到啊，介绍给别人，这是好心。而我们去介绍别人的时候啊，很多教诲呢，可能我们自己都没做到。没做到了，然后又拼命介绍给他人了。而现在人呢，信心不容易建立啊，疑心容易起来。人家一看，你说这个很好，你自己都没有做。怎么学这么久了都不做？
哇，反而让人家怀疑，学经典、学传统文化，好像也不见得比较好。哦，那可能无形当中啊，就让人家怀疑啊，或者反感。所以啊，还是要先自己啊去力行啊，这个很重要。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好，这个知所先后很重要。我们现在有时候太热心了，把时间都花在介绍别人学的，自己没有下真实的功夫啊，去把经典做到演出来，反而自己没有做到了。要进一步啊，再去给人影响，再去提醒人呢，教化人呢，就不容易了。接着讲呢，无诸己啊，而后非诸人。无诸己就是自己啊，没有这些不好的恶行了，然后再禁止别人作恶。因为假如我们要求对方的，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坏习惯了，那当然对方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我们让孩子孝顺，可是当父母的人不孝，你去要求他，他不能接受的；你去指责他，他也不能接受的。有一句成语叫五十步啊，孝百步啊，这个人家是很难服气的。所以这一段话呢，也是提醒我们呢，时时要反求诸己。在中庸当中啊，有比喻这个君子处事的一个态度，反求诸己的态度，用射箭呢来做比喻。今天我们射箭呢没有能射准，失诸真骨啊，那反求诸其身，就反省自己的射箭的技术不好了，那不能怪风太大了啦，还是怪这个弓箭不好啦什么的，就把责任推给他人或者推给这些外在的环境啊，那就心呢，就不在道中了，不在自我反省当中了。在清朝清朝有康乾盛世我们在处世待人当中冷静呢去感受我们要去影响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教化了全国百姓创造一个盛世那个德行都是圣德才做得到所以我们看太宗皇帝，看康熙皇帝，那不得不佩服而康熙皇帝呢，确实在例行这个反求诸己做得非常好他在位61年他晚年的时候呢，也常说到只要发生地震了，发生水灾了，旱灾他绝对反省自己会降下这些灾是自己德行不好。
忏悔到天坛认错祈福，很快的呢这个灾难呢就化解掉了。他们也是声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就像上书提到的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有这灾祸出现呢，他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首先反省，老百姓就效法他了，进而呢赶紧去带头行善，灾难化掉了。他没有指责任何人呢，自己先反省。而且他提到上位者呢常常要管理人呢，要训导人呢，首先呢也应该先从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做起。康熙皇帝呢，其实他一生呢也遇到非常多大的考验。这绝对要创造一个功业没有一帆风顺的。当时候呢有发生呢明朝的降臣三藩之乱。那个也是很严重的情况。当时候他在跟大臣们商议的时候，就有最后决定要削藩。结果后来这个三藩造反了就有人提到了当初有一些大臣呢赞成削藩的，他们这个建议不妥，所以才造成这个动乱了。当下康熙皇帝讲了，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也在，所以这个责任不能推给当时候提这些建议的大臣，应该我在场了，做的决定了，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其实当下呢，康熙皇帝这么说的时候当时候那些提削藩意见的臣子那是非常感动的，不然可能就要降罪于他们了，所以他不把罪过推给下属，而且他也是个明白人，也看清楚了这个三藩迟早有一天还是会作乱的。好，所以一个领导者在状况出现的时候能反求诸己那大家学到的是德行，是正确的处事态度。假如情况出现的时候没有反求呢，反而是指责那可能这种互相指责的风气就会形成。所以一个团体的风气，领导者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一言兴邦，一言上邦当下这个言语态度都是影响整个团体的。我们接着来看114句。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
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欲，不恐于匪，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清澈，夫是之谓成君子。那这一段最后讲到的能够做到这些德行的是真正的君子，真正有君子之风了。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讲了，君子能做到能为可贵能做出值得人家尊重的事情，这个贵就是值得人家尊重，而不是说地位高，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够做到值得人家信任的行为，但不能要求，不能说让别人必定要信任自己。其实这一些教诲当中呢，君子都是要求自己，不要求他人，而且呢处事也很豁达，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太强求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首先我们要做出值得人家尊重的行为出来，而真的做了人家不尊重我们了，我们也问心无愧就好了。能做出呢值得人家信任的行为，那假如别人呢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挂碍，而且日久见人心，反正我继续都是诚信的行为，那总有一天呢他还是能够信任我。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德行是可以承担责任的重任的，但不能强求自己有的德才了，然后别人一定要重用我们，因为有没有被重用那是一个因缘具不具足，我们有德才人家不用了，我们理得心安了就好，不然变成强求因缘最后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最后还怨天尤人呢，就不好了。所以孔子很豁达，人家信任了他一心一意为国家团体，人家不信任了他自己舍之则长他自己也是乐在道中他也不挂碍不强求。所以接着呢说到了君子耻不羞君子羞耻的是自己没有好好的修养品德没有真正的德行感到羞耻，不耻见污不以被人家侮辱而感到羞耻，耻不幸羞耻自己没有做出诚信的行为不耻不见性，不以不被人家信任
而感到羞耻难过。此不能羞耻自己啊，没有才能啊，德行来承担重任啊，不耻不兼用啊，不以不被任用啊而感到羞耻。君子求之于己呀，啊，不怨天不尤人。而我们看到啊，这些处事的态度啊，啊，在反观自己的心境，就会有很大的启示了。啊，比方我们难受的地方啊，别人侮辱我们，我们很难受的，那就跟君子之风不相应了。是羞耻自己没有做出好的德行的行为，人家侮辱我们不放在心上，甚至于人家侮辱了不止不会难过，也当作给自己很好的考验呢。而且坦白讲，人家侮辱我们是给我们送福报来了。《了凡四训》当中讲，视之无过咎啊，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咒发。他的侮辱不是事实啊，那我们的子孙就有福报了。哦，因为他侮辱我们，人欠你了，天会还你的。哦，所以被人家侮辱了，不觉得羞耻，不觉得难过，而且当作呢福气来了。哦，那真的呢，当下呢处事的态度可以事事是好事啊，人人是好人。所以人家批评我们是事实，我们很感激他，不是事实我们也觉得很能释然。能有这些心境啊，其实我们在处事当中应该不会有烦恼的。人很多心里难受啊，往往都是啊，很在乎啊，别人讲我坏话了，别人误会我了啊，那就难过好几天啊，别人不信任我了啊，好像做起事来都有气无力的。哦，此不幸啊，不耻不见幸。宋朝啊，有一个大臣叫吕蒙正。他在上朝的时候啊，刚好后面啊有个官员呢，就在他背后啊，就在那讲到，说这种人也当官呢，啊，就羞辱他。后来呢，旁边的朋友啊，就跟他讲，我去了解一下呢，啊，到底这个批评的人是谁。结果这个吕蒙正讲，你不要去问了，啊，问了以后呢，我知道是谁，还落一个印象，所以人家侮辱他呢，完全能包容不在乎。后来呢，他皇帝啊 要他呢推荐人才，结果他推荐之后啊，皇帝不采纳，让他回去 再重推荐。结果连续推荐三次啊，那个人选他都不改，皇帝就很生气了啊，
我叫你改，你都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结果呢，这吕蒙正就讲了，我是推荐人才，不是投你所好。我不想做呢谄媚的臣子。哇，这个是耻不幸啊，自己做出来是不是真正无私，是真正无欲则刚，不带任何有媚上的态度。这样才其实能真正取信于天下，取信于皇帝了。那一时皇帝不能理解，他也不难受，他坚持他做人的原则，甚至于皇上把他罢官了，他还是君子无禄而不自得焉呢，这个才是功夫呢。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树夷狄行乎夷狄，树患难行乎患难，树贬官行乎贬官，树罢黜行乎罢黜，君子无禄而不自得焉呢。我们在任何境界只要心里难受了，就是我们心地功夫不够了。君子应该是无禄而不自得，都很自在的。好，有能力不被用也不挂碍。我们现在很在乎名利的话呢，不被人家重视的，自己就很不欢喜啊，就很多烦恼。事实上呢，当我们没有被重用而生烦恼，我们也不可能是能扛大任的人。所以假如我们感觉到好像责任都不到我们身上来，那很可能呢，我们自己这个君子的心态还没有到位。真的让我们扛责任呢，我们一堆烦恼反而也制造团体的烦恼。所以一个扛大任的人呢，是有担当的，是能调伏自己的烦恼。那扛了责任呢，还要领导常常还得要来调我们的心态，还得安慰我们，那叫添乱了。所以是以不诱于欲。所以君子呢，不会被这些虚名虚欲所引诱。他很清楚他做事的目的都不是求这个名闻利养是求利益人的。不恐于匪，不因为别人侮辱毁谤而恐惧担心或者难过。率道而行，遵循正道去做。端然正己，他是端正自身呢，都是关照自己呢，有没有跟道德跟经典呢相应，不为物请策，不被这些外物这些境缘动摇他的心，夫视之为臣君子这样的修养处事的态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了。这个不为物亲测真的遇到任何境界心都不会动这个不做到无欲则刚呢是不大可能。而人会被境界所转，他还是有自私自利在。
太在乎我自己了。假如能把自我放下了，那这些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啊，就能不起作用了。所以学君子啊，首先呢要学习啊把自我放下来，能够啊时时处处呢为对方着想，时时处处啊尤其是当领导者的话，为团体，为国家社会着想。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我们能够提醒自己，随时随地啊，是学传统文化的好榜样。自己的心啊，就常常能稳得住啊，不能被净转了，不能给人家坏的榜样看。好，那这一节课啊，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